条件没有鱼哦。因为刚刚下着太阳雨，然后他们就讲，一个人如果去淋好太阳雨，就很容易生病，所以来。我老哎！我老哎！我觉得这天太不 free 了。我一走出去，我要淋的时候，他就直接给我停雨。你看现在一滴都没有哦。OK， 我该忘记解释了这个新系列的，我到底要做些什么？你要移下一点，因为上面这个是 Y angle， 所以它上面会很大位这样，所以你稍微这样啊。OK OK OK OK， 这个系列是这样子的，这系列叫我们 Iron Freestyle， Iron Freestyle。阿元 freestyle， 所以这个系列的影片呢，你会感觉很像 vlog， 可是它又不像 vlog， 但是其实它算是 vlog 的一种啊。只是讲，可能这个 vlog 我会做一些比较我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讲一些很 free 的东西，比如讲那时候像那时候我在一个 mall 唱歌啊，唱那个我们不一样啊，就是这个影片。我们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会相遇。啊，就是这个影片。但下面那边呢，我看到你们很多人留言哦，就讲很喜欢看我做这样的东西哦。我不懂周末啦，你们是在喜欢看 YouTuber 这样自虐，这样虐待自己，这样让自己下水，这样你们就很开心。OK， 既然你们这样喜欢看嘛，所以我就开了这个系列，我就让你们来看我下水，看到吗？我的兜兜跟我一起 free 少嘛，今天他跟我一起 free， 所以这个系列他将会很 free， 他会 free 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感觉我现在有一点黄明志的 feel， 有一点内尬了，有一点内尬了。所以我现在要很 free， 所以我不懂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东西。风很潮，我知道风很潮，你们现在是应该呼呼呼呼这样试试，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我真的很 free 了。OK， 其实这个系列是这样子的，简单来讲呢，就是丑化自己，做一些让自己很下水的事情，比如讲表情上这样子啊。就像我之前有一个 Instagram account， 不之前有一个，现在已经有一个 Instagram account， 我都是放这些照片的，就是这一些照片。所以反正我都是一个很不顾形象的人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形象对我来讲根本不算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就来 free 一波，到底要讲 free 的吧。你们知道最近外国有很黑一个 challenge， 它名字叫 Straight Arm Challenge。这个 challenge 是怎样的嘞？它就是不管你手上拿什么饮料，只要你朋友讲，哎 ，Come on Straight Arm Challenge， 你需要直接把那个饮料手直直，你要直直哦，这样子喝那个水。Hey guys， Straight Arm motherfuckers。Oh shit！ Not again， kid。 I'm the guy。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来 try 看。哦 ，OK，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很 free， 我们就现场 free 一波，看到吗？我老伟，哦，我们先试试看能不能真的喝到先。啊啊！不准不准！哇！哦！我操！耳朵进水。我要喝，我要喝！啊！啊！我操！傻逼呢？傻逼啊！我的什么？我老好喝水进鼻子喷出来哦，恶心哦！我鼻子进水啊！这个系列的影片其实基本上是很没有营养，就是我在纾解我日常生活的一些压力，所以我才打算开这个系列来做一些。如果以后你们要我在这个系列做什么一些就的事情哦，你们就现在立刻马上留言在下面，然后我就会偶尔看那些，哎，好像很好玩，整个感觉很 free 这样哦，我就会拿出来，然后我就会特地去做你叫我做那件事情，所以啊，就是一个很 free 的一个 vlog 这样子的影片。OK， 现在事情是这样的，我该 free 完过后呢，然后我就驾着车嘛，我现在到我这个地方，我就看电话，我就收到沙子的一个 message， 他 send 了这个东西给我。你们看到这是什么吗？他现在的东西给我过了，我看了我真的很生气。我生气是因为他竟然可以比我更 free，
过，他竟然可以拍这样的照片，他超 free 的，讲真的，他太 free 了，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个人我真的需要严重警告一下，你再这样 free 下去啦，我这个系列给你做了，讲真的，真的。Come on， 云来，你有没有 free？ 过来再。OK， 我认真了，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太白痴了，但是在现在的网络上啊，这种东西我觉得算是很正常的啊，只是讲唉，听错发声人，你们谁很时常来这个地方喝茶了？还有方圈，哎，全英雄，哎，方圈，那我中华给我打你。不好意思，让你们看了一个这样没有营养的影片，但是最重要，Go free。